王雷恩将于本周六西亚博馆举行粉丝见面会，他上月专程来香港维港骚扰。事后众被发现此行爱妻金泰熙都有秘密同行，两人被网民捕获戏中环拍拖。而雷恩趁来港开骚前，即争取时间同老婆约会。近日有网民就戏博流捕获雷恩同金泰熙，当中穿上背心、倒抄购物，大骚健硕身形。而雷恩身旁就见金泰熙同几名友人，无知他弟戏无戏相约一起度假，同玩水上活动。网民就直指雷恩穿上背心大骚麒麟臂，一起离四足当年浪漫满屋李英仔一样。精选韩流细晒雨果 http://fb.com/app/ledaim， 客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客余果 FB 专页。